咁我諗住 Frankie 都係安全型嘅，佢個人應該即係慢慢嚟。但我見到哇，今次每一嚟就跳落去咯，個人。即係你放膽試，可能個成果收翻嚟仲好。我角色個名叫陳朗，咁係一個優柔寡斷、十五十六，做唔決定可能又會後悔嘅人嚟嘅。咁同強尼嘅關係咧，就我自己覺得係超越咗愛情嘅。最煩係講唔到，真係講唔到，我都好想講。我的角色叫做 Doctor 張，呢套劇咧就係講同死亡有啲關係嘅。咁死亡之後你去邊咧？咁我哋會認為係去一個叫中轉站嘅地方。你過咗個中站，你先可以去下一生嘅咁樣應該。咁我就係呢個中轉站裏面嘅負責人啦。咁啲人嚟到嘅時候咧，你好似未應該去下一個地方住，你有啲嘢未搞清楚。先初我有啲壓力俾自己嘅，先初我覺得要交啲功課嘅咁樣，咁但係之後慢慢咧，佢哋都係融化咗。其實你大膽試就得噶啦，放心試啊，最緊要撞到嘢出嚟玩得開心。你唔開心，你撞唔到嘢出嚟啊咁樣。我覺得我自己第二次做同我上一次排練嘅時候感覺好唔同。我記得我上次做，因為主要啦就我超風 Sophie 做嘅，舊年我哋三個都係錯過。我三個做初哥，做一個已經 run 到幾次嘅劇，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咧，我哋點做好呢？咁三個人就戰戰兢兢咁做，希望做啱件事嘅感覺。因為有馮志又同小龍喺度，上次我哋三條一齊揸住個電筒去探險咧，就唔知道條路點行。而家前面有導遊喺度，我覺得，因為我擔心影響其他人嘅嘢，考慮會少咗。我會咁諗，因為我哋四個人咁都係我哋兩個都係新啦，但係你會覺得佢兩個喺度互航嘅情況之下咧，咁你就覺得OK， 我可以大膽放啲咯，我可以放得試得多啲，我夠膽試多幾款，我先就係揾到多啲可能性出嚟咯。你都知道我哋公司好多節目都真人出形式噶啦。即係都唔係寫好曬叫你點做，好多時候都係劈自己出嚟做，即係佢哋嗰啲調校嘅 mirror， 正所謂乜嘢未見過啊，係咪先？咁我諗住 Frankie 都係安全型嘅，佢個人應該即係慢慢嚟。但我見到哇，今次每一嚟就跳落去咯，個人試嘢哇咁樣，即係好 firm 啊啲嘢，我覺得嗰個力水就唔係慢慢試，一嚟就好肯定係。信心大咗。我覺得是打開劈個人出去，即係唔需要嗰個一步一步的安全感，或者其實佢都仍然安全，但係佢個安全由呢度開始啊。我覺得是噶，放膽試咗好多今次，因為實在真太安全啦個空間。即係你放膽試，可能個成果收翻嚟仲好，有多啲唔同嘅選擇俾佢哋。我諗我哋放膽做咗，將我哋慣性嘅力度都拉大咗，咁所以上台我諗都。唔會咁驚佢，喂，我夠唔夠力啊？對於我嚟講，難度就係要加埋舞步嘅，有啲歌咯。係啊，點樣跳唱？又要記住點樣做緊戲，又要記住點樣唱嗰只歌，仲要記住埋嗰啲 step。多過跳唱，係啊，好難咯。係咁，但係就但係挑戰嚟嘅，但係覺得過癮。可能有些遺憾是明白了就沒有遺憾了，有些遺憾可能是怎樣都解決不到的，那我們怎樣去面對它呢？都是一件幸福的事。那件事就是想說，你遺憾得的那件事對你是重要的，或者你 care， 那如果另一個角度就 OK， 可能是它不是一個你心目中最完美的狀況之下完結或者呈現，但可能你多用另一方，佢出現過都是一件好事啊！你咁 care， 因為佢出現過喎，呢件事喺你生命曾經出現過喎。即一定係一個好簡單嘅 solution 嘅，所有嘢都係咪先？唔好鬧交，互相包容下，即譬如咁講，
阿媽係女人 ，OK， 人人都知道。但你嗰下你就係包容到，點解你今日唔走去攬住佢食一啖啫？咁咪冇事咯。你做唔到嘛？但你唔會怪今日嘅你做唔到，因為你今日嘅你做唔到啊！你好唔自在咯。我真係做唔到咧，呢一個 moment 我做唔到咧，咁咯。嗯，就算我當日有個遺憾，我會明白今日嘅我，我唔係專登唔做。我問過自己做唔做，做唔到住，唔一定唔係，一定可能有啲嘢係棘咗喺度。咁你有冇怪今日棘喺度嗰陣時？你唔可以怪棘嗰陣時啊，因為你今日嘅你係冇能力將個棘解到。咁嗰個所謂遺憾棘咗你嗰樣嘢，嗰個重量佢未必會去到變咗零，但係佢個重量擲住喺你嗰度，佢未必再同一個重量。我自己會覺得就係唔好咁執著以前。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也是這個執著的人。我執著的，我會經常都comment自己做錯事情，所以這個對我來說都挺好的，即是發生了的就發生了，那你現在怎樣carry住那些東西去做一個更好的人，或者怎樣去用這些東西變成一個好的東西，都是現在要做的事情，要接受自己覺得遺憾的事，你接我覺得接受了這個你的遺憾之後，它會有些東西令到你下一次棘在同樣或者類近的事的時候，你會有一個不同的自己，這樣累積下去你就會越來越好。有時候你可能跟一個真的 physically 已經不在那裡的人那個 connection 可以強過，其實 physical 佢仲喺呢個世界，但係你斬斷咗你之間嗰個聯繫咯，你啲選擇會斬斷。我自己我覺得又未必係一定已經告別咗嘅嗰個人，但係確實可能而家會好少接觸，冇乜接觸，冇乜接觸，等同好似告別咗咁樣嘅，但係其實喺度嘅嗰個人。如果你話咁樣俾翻個鐘我都，因為嗰個鐘都好似好難出現噶啦。如果嗰個關係唔好改變嘅話，由一個鐘講下乜都好咯，放得低啲咪放得低啲，放唔低啲點都叫飲奶茶食個包都見咗咁樣咯。你話要我去重新俾一個鐘我去相處，咁我又覺得我又未必想take呢個需要去重新相處，因為其實我已經處理好我自己那邊的事，咁我怕反而怕係怕再叫翻佢出嚟，喂，咁我哋又鬧交算啦，咁我自己處理好咗啦嘛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